民众抬头一看，黑白云在天间悠悠交错，仿佛优雅的白带鱼在天空游来游去。原来是堆积的沉积云加上阳光照射，巧妙成为白带鱼奇景。而在南投日月潭，好几只台湾鲷群体在潭面浮头，如同去年缺水时期台湾鲷集体往潭面窜动浮头，没想到近期又出现相同情况。这是几百斤的喔，有含外口的几百斤，也让不少人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。我觉得他是应该只想呼吸，在中午很热的时候，整个浮游生物都浮上来吸氧，所以它会瞬间比较缺氧，所以无锅鱼会浮头。答案很可能和气温有关，恐怕是天气暴热，台湾鲷鱼群散发出缺氧讯息，算是求生本能。而近几天温度飙升，日月潭面也出现像是荷包蛋的倒影。艳阳高照，日月潭水域倒映的太阳如同荷包蛋，令人啧啧称奇。记者曾伟翔、黄祥富、王柏英，南投彰化采访报道。这是呢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，煮汤啊、吃火锅啊，加上一瓢啊，汤头都超鲜美。现在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订购，马上就能够拥有五星的食材、五星的口感的总统级的享受哦。